和大宇聊有见面，都聊什么？咱还是睡。山沟沟里面，我信号不太好的嘛。在盆水，你们是哪天嘛？他在撒谎，河道。你刚才是又推了一个，是吧？一个老活动。啥活动嘛？哪是活动？我那个片片子重要。你有一个传承节目没连了？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家有啥好吃的嘛？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。推掉应酬，去见老友了。有点钱就行，那行。因为我这年前我还准备，我说去看下老干，然后嘛，我昨天给大师也打个电话，大师在外头团练，然后那个我还准备换着那个之前可以给老黄挂个魂，说哈，他那个。哎呀，没能安放，当时要你顾客，你上好了你当，你看要的，要的呀。那不是你上个没上个要的，你试试了。嗯。你这你这样就不是。嗯，我还给你拍一张。嗯，那给你，保重身体啊。反正我有空就来看看你哈。是你的兄弟哈。哎。七十四了哈。这是韩师傅当年的刀，这个这把刀，这个那个。三轮刀都生锈了，你看吧，那都生锈了。就这把是不锈钢的哈，嗯，这把你是花大价钱的哦。那个是另一个，啊，原本是花西瓜的，买一把西瓜刀，然后这个你看还有把跳刀，三把刀代表着唐师傅人生的很多故事，是啊，刀枪入库。好好过日子，保住身体。现在啊，听到没？嗯。前方隧道限速降低至80。我看到两个最后的妈妈在树上看到，有两个人来，他拿着地上回来不高兴，他是按太久了噻，是吧？他说话说快了，要掉，笑快了要控，笑掉大牙子嘛哈。我有事儿的时候，那最后的帮帮那几个老人，你看嘛，黄叔叔也走了。现在我说，大家都是年纪大了，男的好聚在一起，经常啊接到电话，每一天有时候那些人半夜都要打电话来，太多了，因为那会儿没打那个马赛克那个电话，每一天都接到电话，今天能又接几个，还有些就是想试一下那个电话能不能打通，是不是真实的？就是他贴了个小广告，我们那都没给他贴钱，别个都去截图，截完了之后在那放大，在那打的哈士的电话，关键一个新疆人来打电话，都差几个小时的时差。然后新疆比如说晚上12点，那边就是凌晨2、3点了，那新疆人那个时候还没睡觉，喝两口酒的，说给他打个电话。你看妈妈，我说的经常和我那哈过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和开心，但是新年快乐，快乐。就是啊，有你们，你给走人不行了，不然我早点过来了。哎，你不晓得我牙痛痛惨了，能搞好我就回来看病。嗯，你再来去。红梅婆婆，小姐姐。天哪，你应该叫阿姨啊。我都要满60岁了，你还在喊姐姐的哟。黄梅不在意，你就是小姐姐。等一下有车。叫啥子嘛？他这种人都是属于故意。对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不然我的以我平时的脾气，我就揍他了。啥你抓紧刷嘛，不然你不然的话又是两个孙儿来了。怎么办？我真的是儿媳妇怀个双胞胎，你说他不是一天高兴的嘴都合不上。
啊，小伙，我觉得你好好啊，真是的。说实在的，真的，像他爸都走了噶，你们都还在。你个牙那个疼的，然后过年吃好的不能吃，啷个办呢？哎呀，看那个不能吃就算了噻，那我减肥的嘛。你还减什么肥嘛？我是减肥，长得太胖了点，我走不动了。是不是男朋友有要求哦？没得。老年人那儿还有那些要求，少客气。啊，你牙齿疼，你肯定是听到是我也来了，你装病不想煮饭。不是，我们可以一会儿去馆子头吃。我不爱吃馆子吃。啊，我也不得给你煮，我要来了，我是不得下馆子，我要吃到你们家吃。那走嘛，那回去吃。啊，你今天牙疼就算了。